哦，要好好的处理，你又忘记了。你看到在坐在你的车的时候，我就忘记了。看看这是啥小，咬你哦。钢筋吗？鳖啦。鳖。卖鳖。有鳖啊，你知道？吃鳖啊。平常吃不够。吃鳖没？平常吃不够鳖吗？是啊。平常已经吃很多鳖了，每天都在吃鳖。来，我先拍一下。你会不会杀鸡？不会啊。杀鸡呢？杀过啊。杀鸡呢？杀地。鳖耶。杀鸡就是把头剁掉。那杀鸡两地啦。杀鸡两地啊。今天有鳖。哎呀。我今天尿什么尿？哎呦，你尿尿，你起床尿尿脾气这么大，我要死。我给你三瓜啦。以后你去上厕所，我要跟大家讲不要惹你。三瓜啦。啊，三给你一个啦。啊，三五个一上车啦。这个版本的话，他用够他讲。五声铃铛，鱼鳍刀。哈哈哈！哦，这跑鹅啊！鹅啊，我搞包哦。你这那是鹅乖乖哦，乖乖，我一包两百这样。这包是？这包刚刚不一包尔了。3:30就要起床上班，哎呦，这么辛苦，哎呦。哦，真正做唔甘的吼。这里有鳖，鳖，再把它拆开吗？它活着吗？活着啊，不然你，活着它不会到处跑啊？应该不会，它在冬眠。现在冬眠，啊，冬天在干嘛？它在冰块里面就冬眠。然后这边有超大的鹅啊，这一包鹅啊，这一包鹅啊要多少钱？还有安条。要放鳖出来了哦，翻白眼，哦，翻白眼，我下次再好好看你眼睛长什么样子，是不是不舒服？在冬冬天会有人会吃鳖的吗？有，每天都在吃。对啊，不知道。嗯，每天都在吃鳖哦。对啊。吃一扎，你要把它弄醒是不是？对啊。醒了吗？看你。还醒了。伸过来看它会咬你。哦，拜，咬下去也很恐怖哎。明白了。你现在是在向盛喜在叫他起床的时候？我看哪些有几只挂了。你再来嘎点是吗？不会，还没过。有。等啊，复活一下。憋，你今天看我爸吃啦？什么鱼？鲈鱼。陈轩长。阿布，你这样，我要。你要怎样？欸，对，有鳖，你们会吃吗？会杀吗？欸，那个忠孝路夜市，那个正义街那边有一只在卖鳖的。有啊，我
我都会经过。开始未？是啊，等我咧问伊话题啦。十字街。过来一点点，等袋子啊，看人家在这边，再等袋子，袋子来就好了。袋子还没来，这个是要排还是不要排？好的，老板。怎样？吃海瓜子肉。海瓜子，请我吃海瓜子肉。你说什么？海瓜子，请我吃海瓜子肉。对啊。这是卡车吗？你小心，嘿嘿。哦，火起来了。对啊。让你心肺复苏。中孝路的鳖很贵啊。你现在在上面讲这样好吗？人家不用。YouTube 为什么没有直播？有啊 ，YouTube 有直播啊。秀玲早。哎呦，秀秀走了。我不会杀鳖啊，你可以拿鳖去给那个中孝路的杀。喂，我不下地狱。不会啦，那等一下咬你就好了。喂，你给人玩具哦、喔。对啊，很可爱。他还没醒过来。但他鼻子好像猪哦、喔。小白仓一份多少钱？小白仓，看你多少，你要多少钱啊？不要买一百块就好了。有200、300、500、1000、2000都有。啊！我看他头打到我了，好恐怖哦！快点带起来了。小白仓就是，你光固定那个价钱啊，大概都是在200到500，200、300、500左右，500太多了，大概是200到300。今天有大白仓哦。Baby， 谁看到我？等会我问你啊，你要看年轻美眉，你看你照镜子就好了。走开。我直播用什么设备？我直播用 GoPro， 啊，我直播用 iPhone。华华你好。啊，阿布，你直播用 iPhone？ 对啊。我没有直播也用 iPhone。是啊，好棒哦！而且我的机型还旧的了，你的新的是 S4 吗？放屁呀！我都是 S1 而已哎。我才 S2 哎。S2。那只手机已经用2年。S2 可以。本来想说今年要退役，结果他还是撑过去了。你可以用到 S8 再换啊，等 S8 出来再换。还是算了吧。看看啥？先不要。薄荷岛上，哦，疫情在薄荷岛上呢，那边都是裸泳的，都是不穿衣服的。什么东西？没事。60美金，按摩1.5小时60美金。哇，现在那么贵哦、喔！现在泰国那么贵啊、喔！多少？5000块，还是500块？60美金1800，1.5小时1800算贵的哎、欸。这个在台中的话，算做黑的价钱了。讨厌。
最后一下、啊。我已经拿了。这是包千块。是不是？两包的。包2000块。行、啊。你想要搞人？虾卷、小卷、沙糕、阿爸爷。阿爸爷上来。500块。谢谢，好吃啦。500块。多少钱啊？妈。这。啊，全拿了、哦！你真的今天来吗？买巴吉拉的、哦？没有啊。我说他有跟我讲说他要买巴吉拉。老板呀，我三家拢买走。落雨直接拿整箱走了。七的，七的，你要大袋的，大袋，大袋七的一千，小袋一袋一百。不是八袋。啊，今日大袋。大细地还有炒地，你大地，大地好啊，好啊，好嘛，来。国龙，我当然内行啊，我靠，一点五小时1000半贵。1800大概是在。如果是正常换的话，台中的价格大概两小时大概1600-1500。那、啊、如果你是那一种不是正常换的话，小鱼干，两个小时的话大概2000。所以1.5小时1800的话，算是更高的价格。200块啊，两百。两沙嘎的，来人帮。北线的鲑鱼，鲑鱼在港饭。你饭店找。不行，有沙嘎的。200块。包两百沙嘎。超难找。沙嘎鱼过来，200块。来头前来。报个等一下。不过我没有卖，他才卖。200个人来无沙嘎？无。两包。两包遐好。啊，鱼包还是鱼包两块吗？黄鳍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河虾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可以放大了，放才是老的东西。要把它往下放一下。阿爸也知道的。结束。他写一条的写一下好哦没有，我等下拍一下桌面让你们看哦。海鲜卷跟那个凤凰皮上来。拍一下桌面让你们看哦，来，看一下今天有什么哈。我们从左边开始看，黄鱼。啊，富贵鱼就OK。还有醉鲷。醉鲷有啊。醉鲷几大包啊？然后安鲷。醉鲷来，醉鲷来。然后石斑，然后有一包很大的鹅啊，这个要1000块吧。很包很大包的，不止1000块啊！很大包的啊，这个是家庭号的有没有？包5斤啊，就是跟150，你看出来的。750啊，700的鹤，这个就是600块的。你去全，你去那个大卖场有没有？大卖场的家庭号乖乖旁边就有卖这一包，你去大卖场的家庭号的乖乖旁边就会放这一包。
下次你去就知道，九级啦。然后有白鲳大的、小的。你钓够了。然后有香鱼，香鱼、安博啊、沙嘎啦，还有整只的白带。好难来哦，还是一包里面有那个白带鱼。还能包。白带鱼大片的哦，大片的。看你会，大片的。对，看我这啦，过来要追钓不？有大片的。钓不啊？热狗，热狗好。啊！对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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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百块，三百块。这什么小哥？哎，小刚啊！哦，三百块，三百，三百，三百块了哦。我两箱，三百。你剩他了，乐享了。再一份，三份，一份，两份，还一份呢？啊？我要两份吗？哦，他两份。我等一下。好，那个香菇来。谢谢。好。两个。好。一份。来，一元。好。这套怎么说？好。再找一点。你知道他学谁吗？谁学谁？陈建华。还有现在有学谁？有啊。还有找一些。各前辈，各前辈。哎，还有谁呀？各前辈，小工啊。阿哥，有咩无？有。哇哦。热狗，热狗来，热狗来。黄鱼啊，那边啊。黄鱼哦，黄鱼。就白带鱼先，弄回弄回，拿弄回。咦，现在还在吃啊？对啊，而且。有那么多鲤鱼啊？那狗包的不？哎呀。什么黄鱼？我会我包。你要放防晒墙，你要包。黄鱼先卖。什么黄鱼？真是包的。一个伊骑啊大包，伊到四包的，伊到四包的，一时过伊骑大包的来。啊，这边一千，头家要一千。一千块，头家要500块，500块。黄鱼过来。一包400块，五斤的。六百。包包好多。六百，五斤的。好啊，一包啊，600。五斤。五斤重的，今年一包呢，500块对啦，500，一包呢，多少钱？500啦，啊，真正买呀，买呀，好买。还有黄鱼吗？我想要黄鱼来，好，来。你下动，你个先买，你下动作乖乖买就对啊。我一个来500块，好三百吧，500。乖乖有，他把它当乖乖卖啊，乖乖有那种家庭号的。乖乖有那种家庭号的。我先买黄鱼啊，你要三百箱。我爱三百。哦，三百嘛，500靠我赚嘞。过来，我黄鱼包。有啊。今天有月亮虾饼吗？哎，好像没看到。好像没看到月亮虾饼。哎，等一下我问一下。他们热狗，他们热狗，热狗啊，对啊。热狗你们几包？6包。6包哦。嗯。好，6包。你看到月亮虾饼？有啊。有。还有头刀吗？腰枪吗？头刀有。有头刀。腰枪有。腰枪吗？6包。那个。腰枪吗？那个。腰鱼花有。阿松问你了，要一箱吗？我们热狗不？啊，热狗两包，来一边两包。来两包两包。过来，我们热狗不？热狗春节箱也无啊。热狗。一包啦，要不要一包？啊。
我过来哦。赏金来哦。你要，你要一箱月亮虾饼，好。一箱，月亮虾饼留一箱。月亮虾饼留一箱。好，我帮你留一箱哦。好，过去我给你多少钱？什么东西？